所以来呢，咱要欣赏的演出是由林志远导演所带领的海岛音乐团。团长林志远对台湾这个土地有真深真深的感情，长期投入台湾本土人文主题，毋忘透过艺术作品，会当予台湾观众了解搁较侪千分应该明白的台湾技能甲实力。所以呢，咱即马要来欣赏林志远导演参一寡打拼的演出者，认真来个欣赏。即出叫做《爱的记忆》，爱的记忆，请咱的海岛乐团来演出。好，欢迎你们海岛音乐。陈新吉，那这些表格给你拿回去填一填，填好了以后尽快交给你家附近的警察局，别忘了啊。这是也没有什么啦，就是每个月固定到警察局报到，说明一下你的生活情况而已。这好啦，赶快回去吧。阿兄，你家人在等你咯。阿兄，时间差不多啊，好，来了。恭喜你出狱了。阿兄，啊嗨，行，咱是去车头。
阿兄，告辞啊！阿兄，阿母，阿母，阿母，我回来啊！你想啊？我是阿杰啊，我已经回来啊。你说你是阿杰啦？阿杰啦，你生在安尼，伊要这样子。阿母，我是你后生阿杰啊，我从平安岛回来啊。你不要去了，阿母就一直在随你。拄着人就问讲，你有看到阮囝阿杰啦？你有看到阮囝阿杰啦？找到路尾，好感觉愈来愈无清楚。平安的，好啦，人回来就好。是你来吃一碗猪肝面线，好。我不行了。有主要说。
为那天气，多谢天气来赞美。这心花拢无时停，我拜谢因靠天天，上帝听透，恩惠极大，应该感谢拢无错。一九六三年，迄阵我才二十几岁，也搁咧做兵。陈新菊，四月初六的尾巴，突然间来了一个人，把我兵兵啊两只抓出去，他竟然是来兵啊车，这两三点钟的车，镜头再到台吧，就做平平的所在。
这个来叫你唔通相信什么政治解决，这只是诱拐你的一种方法。政治解决，出来！别去对，跟我们走就对了。进来吧。是。进去。好了好了，辛苦了，你们先下去吧。是。我的年纪可以当你叔叔了，以前我也和你一样被抓到这里来审问过，你看手铐的痕迹都还在，我有切身之痛，所以特地来帮助你。只要你乖乖跟我们合作，就可以平安回去。我们会想办法以政治解决帮助你，否则一旦送军法审判，你就知道苦了。现在，你坦白告诉我，去年春节的时候，你们几位在黄崇光家开会都讨论什么？开会，阮哪有开什么会啦？去年春节，张炳新、吴俊辉、黄崇光、陈春荣和你曾经聚在一起，想起来了吗？我还记得那个时阵，我甲罗俊辉骑车要去行村，同齐去黄崇光伊个厝食饭，阮这阵好朋友。高中毕业了后，有的人读大学，有的人读军校，有的人去做兵，真无简单，才趁过年，大家烧酒食饭开讲。这酒不是吃罚酒，你要我动手才肯说实话吗？当天开会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我真正不知你讲啥啦。好，我问你，三民主义有没有读过？里面国父有说，三个人以上共同讨论一个问题，是不是叫开会？是啊，那就对啊，你们就是在开会。开会要有主席，有记录，还要有议题。我真正是你吃饭啉春酒，绝对不是开什么会啊！还在狡辩，进来。
革命的欢呼，要勇敢一点。
巨城会烂死干。伊本来是陆军外校四年的学生，因为受了长期的凌迟和苦读，已经气消。伊的小弟嘛伫调查局审问了后无偌久，尸体被人发现倒伫个铁皮路边。你有几个兄弟啊？喂，打你一个礼拜。嗯。安尼你算真好运的，真侪人的兄弟啊拢受着牵连，像伊个西营店，伊两个阿兄嘛叫牵牵入来。伊就是阮咱十三个人开始俩，甲咱的兄弟、朋友、兄弟的朋友、朋友的朋友，一个一个牵入来，亲像一罐肉粽。你嘛是同款，我的同学蔡台湾，伫个陆军官校，是伊参加台湾囡仔的自治合作会，是识你的同学江炳兴，才会甲你吴俊贵甲黄长公拢拖拖入来。也毋过，我伫想，这个案件已经抓遮侪人啊，大概到你为止。应该嘛，差不多啊。阿达，我才总算明白，是安怎会让人听来吃？
你敢知影为虾米阮要写台湾人民足球运动宣言？就是咱家己哦，爱叫咱的台湾啊！啊，来来来，我教一挂册啦，分一挂互你，看你是要读，还是做枕头拢好啦。好，多谢啦。对啦，有一个私人的问题，真是要请教你。知影好啊，好。嗯，哎，有啥物问题？有诶哦，做你讲啦。哦，哦，就是你的名啦。唔知安怎，我总是感觉怪怪。魏廷条，一般拢号做条廷啊，啊，你偏偏啊甲人无共款，硬要甲颠倒变，安尼。就是超工要甲朝廷变过来，要革命。哦，哎，讲到这哦，就爱笑啦。因为阮老爸哦，本来是日本时代先生，因为反对日本政府战争啦，所以啊，常常嘛叫伊命去关，关伊唔惊咧。落尾啊，死掉啊，我出事的时阵哦，就搞伊命。好做丁条，未输过我出事，就是要来乱的咧。但我即马看到这种政府，若无回倒，台湾哪会好？你讲对不对？四个月了。我又搁倒去台北竞技总部，无偌久，魏廷条、柯冰冰、叶聪敏，我送进来。迄阵，甲我关社会过进行，本来是判无期徒刑，落尾怎改判死刑？伊提出上诉了，心情就非常沉重。阿吉啦，我想通啊，人生百岁嘛着爱死，死对咱来讲是早晚的代志。一般来讲，奉化死刑的人上少了，若是百工内拢无啥无死，着爱知，伫第一百工，就会有人拖出去大条。第九十九天迄年，我还记得真清楚。我亲像熊熊咧袂喘气啦，我是我足艰苦，我是我袂讲咧艰苦，我无，我来替你祈祷。
阮的上帝，求你甲阮同在，伫遮尔冷的暗，阮求你减轻过阵人兄弟的不安甲艰苦，才保守伊的灵魂，陪伊走过死亡的山谷。我惊遐。我有错，奉主的名，愿你平安。叹什么气？又不是你要死。将伊个脚甲展开，讲个声音真大，翻到远远远，逐所在拢听会着，每讲一个，都感觉讲伫阮大家心肝底。再会吧，朋友。再会。人活在世间，不是什么遗憾的代志。离开世间，也不是什么遗憾的代志。免悲伤。我将自己的尸体捐予国父遗骸的做研究。四大上帝，愿你带阮行过今生荒野地，我真愿让你大宽怜，用手牵我无犯罪。天的美女，求你一日用请阮。
后来，阮四个人，咱留伫个台北警备总部做大爷，有只送滚水，毋知送物件，啊，搁有摒扫即挂代志。这段时间，我印象最深的，是我拄到为一个女性的受难者。放心啦，你哦一定会无代志的，莫想烦恼，吼。三军进来哦！一好朋友就是耶稣，担当做我甲烦恼。真正咱有大大福气，万事拢通随伊托。我常常四路平安，大大过路甘苦事，这是为咱袂有亲心，袂有放心交托住。咸菜拄着油焖鸡什么大烦恼，真正不通常常失志，多将万事来祈祷。但有朋友到这真重，甘愿体贴万载好。这苦事来祈祷，三军进来哦。
怎么割了嘛？割了啦！快点把它放下来！你吊在门顶的藤啊，我一路看到这个两三岁，拄好对着伊的面，伊的嘴是痛的，目睭开开，面是青人狂乱闪闪，虽然经过急救，也袂有啊。好啦，我困也袂困，饭嘛食袂落，目睭睁开，看着伊的人影。煞愈来愈硬，差一点仔，有人送去小人院。后来，慢慢仔恢复了后，拄好有一个土地银行的副总经理也来这做外宾。是一个农业专家，伊收我做徒弟，我伫花家专长，就是为这开始培养。后来，搁帮看守所内底规划园做景，一九六八年七月七日。五年苦难我吞忍过啊，我总算会使出来啦，会使完成我的理想，开一个农场，卖阁甲人食饭开讲，阁予人食一摆乖。出来了，朋友，我先载我去破坏路隔壁总司令部报道。陈新吉，因摕几张图仔我写。何炅，是去我每个月拢爱跟你派出所报道。哈哈哈哈哈哈！说明这个月生活状况。这事我才了解，除了小家家，我是去大家家。后来，因为我做少年，我的老母，就搬去当伊台中的厝。Go!
亲像火烧岛纪念碑顶面写的字，
在你的时代，有偌侪做老母的人，为着因，我甘愿伫世道上的囡仔，目屎流规暝。在迄个时代，有偌侪做老母的人，为着因，我甘愿伫世道上的囡仔，目屎流规暝。予咱搁较了解228白色恐怖迄段黑暗、痛疼、剥夺人权的历史，嘛是要凸显着台湾转型正义的艰难。普拉声感谢每一位认真演出者，大家林志远导演，非常感谢银行各位嘉宾，甲每一位好朋友，咱的莅临指导来参加这个有意义的文化的活动。再次感谢大家，再次感谢大家。还有两场，伫咧咱即届迄个台湾文化日志啊，吼，是咱头一场。后手呢，还有迄个后礼拜六，10月21号，规工伫咧台北市南海路54号228基金会的文化论坛。啊，要讨论这个台湾文化的中心定位再出发。这个论坛嘛有陈义清教授、李明勇、徐林等等真侪学者会来，甲咱有一挂真意义的座谈。第三场是伫10月28，也是拜六，伫咧青岛东路8号 NGO 会馆的文化资产延续营，内容安排非常的丰富，名额有限呢。特地咱大家紧打电话报名，也是上台北、台湾北社网站啊来找迄个消息。感谢大家。时间的关系，咱今仔无法度安排这个李传信社长甲所有李干事啊上台来甲大家道谢啊。所以呢，由伫只由阮两个主持人，一个于林啊，啊甲张庆啊，祝恁大家等下回去会当一路平安，回去甲咱家。感谢大家，谢谢。今仔日老快老开车来的，啊无见到停车证，咱到后台，甲简爸、简明文爸爸，该摕迄个停车证。感谢大家，台湾晚安，谢谢。大家晚安，台湾晚安。